的故事没人知道。月圆啊，月儿圆，忘不了躲在故事里的时光，忘不了，真忘不了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今天呢，开车开了几个小时，来到了一个音乐人的家。今天带大家去看他的家哈。小珍，终于到了。哎，好，小珍 ，OK， 哇，今天来到他家了 ，OK， 家，那坐在我旁边这个是一个很漂亮、很有才华的来自中国的一个女歌手，唱作人，然后也是一个很知名的音乐人啊，然后王小珍，耶、yeah.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珍 ，OK。王珍啊 ，OK， 这样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都叫小珍、小珍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在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下呢，认识这个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歌手。然后听说你是这一两年才移民来美国的。对，来了10个月。10个月还习惯吗？还挺喜欢的。还挺喜欢的，就你来了。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来美国？一个怎么说女儿吧。嗯，你的千金。对，我女儿，因为北京的空气，北京的空气不太好。OK。然后小孩子就经常容易生病，后来就想要，而且还有就是做作业可能做到晚上11点。哦。三年级而已，做的时间很长，然后就想。我是希望能够给他们，就是尽我的全力，给他们一个更加像童年的童年。你是孟母三迁喽？对，基本上是为了他们。哇，那很伟大哎。那听说因为你以前在中国的音乐圈非常活跃，那为了他们你就放弃了你这么辉煌的、这么亮眼的音乐事业吗？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不觉得。特别大的，就是我不希望他们觉得，起码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觉得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很，我是顺其自然的，我整个的生活历程都是顺其自然的。然后在北京，我的工作呢也并不都是台前，台幕后也很多。对。然后我个人更倾向于幕后。对，制作人。对，我在做制作的时候，在做幕后的时候，我会更放松，比我在台前，聚光灯下，更让我舒服一点。对。那在国内的朋友可能对他就不太陌生了，但是如果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的华裔朋友呢，可能真的要介绍一下我。这一号人物呢是非常牛的，因为他写的歌连韩红都要收录嘛，然后他也真的出道于为时啊。那几岁啊？那时候？大学没毕业吧。我第一首发表的歌当时大学没毕业。但是你很小就开始学音乐对吗？对，我从小，因为我妈妈唱歌的，我爸爸是台监督，就长在那样的一个舞团的环境里。嗯。是我从国内带，我从北京带来的，哎呦，叫小青柑，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的很小的那种小橘子，然后把它的皮晾成了做成了陈皮以后，里面放上普洱。OK， 那我就来杯尝一下，嗯。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很香。OK，
茶这个东西真的很大学问，所以你有玩茶道吗？我倒没有。所以来了以后，因为你以前在国内做音乐事业都非常的活跃，那现在来了美国，你还要从事音乐的工作吗？差不多要等于是从现在我大概20多天前回一趟北京。哦。和公司谈到接下来的工作，因为之前我们要你想搬过来10个月，你要弄房子，要收拾，然后孩子要 set it down。对，我停止了大概就是这10个月的时间，然后现在新歌都已经录好。哎，什么时候发片啊？就是现在能讲吗？能问吗？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因为现在呢，我已经发了5张唱片了。但是呢，其实对于国内很多人来说，我只有1张唱片，因为我有一首歌叫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当时是全国人民都会唱。然后他们就认为我就发了那1张唱片，然后永远歌迷给你写信啊，或者在微博下面留言都是，你什么时候发新歌啊？你什么时候发新歌？你那一张唱片我都听烂了。我就想说，大哥，我已经发了5张。所以澄清一下，王真其实是发了5张唱片，是5张 5 albums 5 solo albums。对，而且这5张唱片里面80%都是我自己写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算高产，但是大家并不知道，就是他还是。以为你就有那么一首歌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其实国内的下载的问题是很严重。我其实应该更具体的讲是非法下载。非法下载。非法下载的情况是头几年是挺严重的。头几年是那几年呢？我做歌手那几年吧，从2006年。千禧年。2006年发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那张唱片，然后前后2006年，这是2006年，我是2004年等于第一张，2006年第二张，第二张红了。OK。然后，这一段时间等于是，应该说是从2013年开始好转。所以虽然说知名度很高很火，但是非法下载也很凶的话，那会不会觉得说，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，在这个。对。那你们是怎么样面对的呢？在国内，我们是另外一种打法。就是国内的打法就是，大家已经就是不再指望在版税上面收到钱。然后我们在努力慢慢的在做改善，在改善。对，大家可能去吃一顿饭，花点钱吃顿饭，他觉得很正常。对，但是如果说让他花钱去听歌，他觉得很不正常，因为我不花钱就能听得到。对，现在慢慢的不花钱就听不到。这个就很好。对对对，我知道很多各大平台都开始这样。之前我们靠什么生活呢？所有国内的歌手，其实演员就很好，歌手呢就比较难一点。怎么活呢？就是如果你有那么1-2首代表作的话，就可以买这样的房子了。演出。是的，你的演出是你唯一的支撑你生活的一个经济来源，因为台下台上是有互动的，然后演出商会比较看重有代表作的歌手。